呢几年我哋日日都戴住口罩，皮肤咧长期焗住，不知不觉咧就多咗面油、暗粒，甚至系出现敏感。又或者咧，我哋懒咗护肤，令到咧皮肤状态越嚟越差。呢个时候咧，想急救就可以入手咧家用美容仪器，好似呢部日本 number one 美颜仪品牌嘅 Yaman 全新旗舰级 M22 全方位美颜仪。一部机咧有五大模式，结合11个功能，做到深层清洁、美白去黄、修面、眼部提拉同埋修细毛孔，足以咧媲美专业美容院护肤嘅疗程。咁以后咧就唔使再同人争时间 book 位做 facial， 喺屋企咧靠自己都可以美肌啦。咁几时咧要除口罩都冇问题啦。咁提提大家啦，我哋今次有 giveaway 嘅活动，记得睇到最后啦。开始之前，先多谢一直支持我哋嘅朋友，仲未订阅嘅话，就快啲订阅我哋 Price YouTube Channel， 再揿埋隔篱嘅钟啦。其实咧，熟护肤打扮嘅朋友都一定听过 Yaman 呢个品牌，佢喺1978年成立，系日本第一间美容小电器生产商，自设研究同埋开发部门，不断研发最新嘅美容科技。所以 Yaman 除了有用在面部的美颜仪之外，其实还有其他针对身体护理的美仪器，好像是肌肉锻炼、超声波瘦身，还有护肤品。 Yaman 旗舰级 M22 全方位美颜仪官方售价就是7980元，现在3月有优惠价，无论是去专柜定是上网买都只是7480元。如果想知道更多的报价情况，可以看回以下的资讯栏。一打开包装盒就会见到部美颜仪，近忌有一条插电线同埋各款嘅转插，方便大家啦带去唔同嘅地方去用。咁拎上手咧轻身冇负担。咁机身咧就系深蓝色，做咗磨砂面，用咗玫瑰金去围边。咁呢个配搭咧都几精致高贵噶，喺屋企咧拎住嚟做 treatment 都够晒仪式感。而成部机咧得3个掣，简单易用。今次咧 Yaman 全新旗舰级 M22 全方位美颜仪咧集多功能于一身，有5大嘅模式，而家就同大家逐个试用。咁想皮肤可以好好吸收护肤品，当然就要先清洁干净。所以第一步就是 Clean Mode， 佢会用 RF 射频加热深层皮肤，激活胶原蛋白，从而减淡细纹。同一时间都会用离子导出，将毛孔的深层污垢带走之后再收翻晒佢。配合埋 RF 离子深层洁净薄膜去用，每边面做分半钟，佢就会嘟一声提你转另一边面噶啦，一共是3分钟。用完 Clean Mode 之后，皮肤干净柔软了很多，毛孔可以透气感，有一种清爽的感觉。去到第二个 step 就是 NEB 模式了。 NEB 是一个保湿亮白渗透技术，可以将精华更加快地渗透去到基底。这个 Mode 有齐红光、琥珀光 LED， 大家记得去到 NEB Mode 的时候穿上这个 W 的掣，就可以同时用今次全新的 DWHP 超脉冲美白渗透技术，保湿同时美白。我今次就会加埋 RF 离子导入保湿薄膜去用，当中的维生素 C 有效加强美白的效果，从肌原深处提亮肤色，去抵御表面和深层的黑色素，改善暗黄和暗沉的问题。而今代的 RF 射频会用3个不同的波段持续交替输出，覆盖真皮层和基底层，去达到激活的效果。整个过程都只是3分钟，感觉皮肤饮饱水，弹性更加好，加埋提亮的效果自然更加饱满有光泽了。跟住就去到 EMS Up 模式啦，咁呢部 M22 咧具备高频嘅 EMS， 咁能量会大咗啦，再加埋红光，主要咧就系帮你暖肤，紧致提升表情肌，同埋咧排毒通淋巴。咁我自己咧成日咧都要做好多唔同嘅表情啦，同埋讲好多嘢，所以咧我就会加埋呢一个高效保湿抗衰老乳液，针对翻法令纹啦，同埋苹果肌做多几下，加强拉提嘅效果。跟住咧就系唔少得嘅 Eye Care 模式。它除了有 RF 射频和微电流之外，今次还新加了眼部的 EMS 去淡化细纹、提拉紧致和去水肿。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它的全身导头，令到电流集中在导头的上方，就可以紧贴到这些眼头眼尾的微细位置，去应付鬼鼠细纹。最后就是 Cool 冰感模式，加上冷敷的配合，做到收细毛孔。蓝光 LED 就是抗炎去痘，因为可以抑制皮脂的分泌，舒缓毛囊发炎，提升代谢的能力。这个毛就最啱应付石头疮了，一开始觉得红肿想冒起就去用，可以令它加速凋谢，不用沤那么久了。试用完 Yaman M22 之后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它只需要14分钟就可以做完整个 treatment， 最重要就是这么短时间都可以见到效果。而我最推荐的模式就是 Yaman 独有的 DWHP 超脉冲美白渗透技术，始终家用美容仪做到美白功能的不多，再加上保湿已经满足到我89成的需要了。
不過保養都真的要持之以恆。Yaman 美容儀可以插電無線去使用，所以平時在家得閒隨手拎去就可以開始了，另一隻手碌住電話都仲得，一個星期做兩至三次都唔難。除了美容儀之外， Yaman 還推出了男士專用的 Hot Shave RF 射頻電鬚刨，官方售價就是2680元，現在有三月的優惠，只是2380元。咁佢係日本第一款有 RF 美容技術嘅電鬚刨，令到用家可以一次過剃鬚同時護膚保養。咁當然啦，呢兩樣嘢可以分開使用。呢部 Hot Shave 採用咗日系 Onsori 溫剃技術，咁就配備咗 1MHz 嘅雙環射頻電極，可以喺你剃鬚之前加熱軟化鬚鬚同埋皮膚，剃嘅時候就可以更加緊貼皮膚，平滑順暢啦。同時就提升埋皮膚嘅水分量，幫你收細毛孔，你就可以享受溫和嘅剃鬚體驗。又就嚟到白色情人节啦，各位男女朋友谂好送咩未咧？未谂到就可以考虑啱啱试用完嘅 Yaman M22 同埋 Hot Shave， 咁而家咧三月仲有优惠噶，你哋又会揀边部咧？欢迎喺下面留言话俾我哋知。另外咧，亦都会有一个 giveaway 嘅活动喺度咧，多谢 Yaman 为观众送出咧 Yaman Hot Shave RF 射频电鬚刨一共三部。至于详细嘅玩法，大家可以睇翻下面嘅资讯栏啦。我哋好快就会有新片同大家见面，所以大家记得订阅我哋嘅 Price YouTube Channel， 再揿埋隔篱嘅钟啦。